喂，我们这样算约会吗？干嘛问我啊？台北怎么那么冷？啊？想得太好了，我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么好。你喜欢我，让我觉得有点怪怪的。哪里奇怪？我也会有你不知道的一面啊。在家里，我也会很邋遢，也会有起床气，也会因为一点小事就跟我妹发脾气，我就很普通啊。说不定你喜欢上的只是你想象出来的我。我没那么会想象。真的，你仔细想想，你有那么喜欢我吗？喜欢。你很幼稚哎，你都没有仔细想，你想要再跟我说。沈佳怡是什么意思呢？她是不是想委婉的拒绝我呢？我很害怕。一直以来，我都以为我自己是个超有自信的人，但那时我才发现，原来在喜欢的女孩面前，我是个胆小鬼。许什么愿啊？自己写自己的，不可以偷看。这么小气。沈佳宜，我很喜欢你，非常喜欢你。总有一天，我一定要追到你，1000000，一定会追到你。你想知道答案吗？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。不要，我没有问你，所以你也不可以拒绝我。真的不想知道，拜托不要现在告诉我，请让我继续喜欢你。